跟黄心颖道歉，跳过郑秀文，贴郑俊英起迷幻面曝光。小三啊，小三，有戏了。安心偷吃小三黄心颖沉默一天后，十七日透过经纪公司发声明，对不起家人、公司还有男友马国明。哎，妙的是黄心颖声明中只字未提正宫郑秀文，对着他之前处心积虑接近 Sammy 的行为，让网友拳头硬硬的。睇唔出你外表斯文，内里好狠啊！因演艺圈好久没有活捉小三，这届网友下手不手软，陆续翻出黄心颖黑历史，外传她勇敢求爱，主动积极。我送包俾你，只系想见你一面，跟你学舞，系想有机会同你跨步向前，俾我留喺你身边，大家情牵一线。奇怪，马国明下午跳出来表示黄心颖还年轻，知道自己做错了，护航女友。小马，你偷情啫嘛，关鬼事咩？又唔系你生性病。还找出2017年黄心颖跟韩国偷拍门市主郑俊英拍节目凑 CP 的片段。I feel very relaxed because I'm here. Okay. I can already sense what kind of person you are. 还有黄心颖在事发前两天就关闭 Instagram 留言功能，网友转攻击她姐姐黄心美 IG， 和黄心美某角度神似的草蜢成员蔡智也遭殃。对不起 Sammy， 我那晚的确是喝了很多很多的酒。是说许志安2005年也被拍过酒后在街上激吻韩红，这回再赖给酒精。都是因为酒精了。